Dòng gừng không lấy em lấy chồng xa, chồng xa em khó mà hợp về. Đi tiểu bế kê khi着新的生活，希望你今后的幸福有一牛车。我着要做人的媳妇，做人的妈妈。你对我的定义，我一定拢知影。我嘛永远是你心爱的查某仔，我嘛会将你的爱传予我的囡仔。请喝茶，谢谢。哈米，请喝茶，谢谢。奇珍有没有把茶道课所学的东西用在家里啊？我跟他说哦，在家里哦，方便就好了，不用那么讲究了。是啊，搞刚娘啦。公公婆婆。你们很疼启真啊。我公婆辛苦工作维持一整个家，让我在家闲着，不用烦恼生活。啊，可是我看启真的能力很好，应该可以出去工作，帮家里才对嘛。啊，出去哦，赚些钱啦，把家里顾好比较重要。可是以前启真有跟我说过，他想出去工作历练历练。是很想，但是还是要让公婆放心最重要。可是会不放心吗？启真每个星期都准时到学校，既认真又负责，而且又算是个模范生。是啊，很优秀呢。是讲无什么不放心的啦。最近啊，我嘛在想啦，我两个老的。嘛要退休啊啦，无就让启真啊出去试试看啦。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哎，啊，你真的要让启真去吃这个苦哦？没有关系，我愿意。没有这个必要啦，我跟你保证了，你做一个礼拜你就做不下去的啦。人啊，要在福中知福啦。相信我们给你的安排了。不是，我刚刚在里面，不知道会不会说太多了。我也觉得我说太多了。啊，不过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啦，啊，有啥咪话我嘛挡袂牢。不晓得我说的那些话，
会不会让启真难做人？就希望启真可以用他的智慧去化解了。阮就要退休啊啦，虽然讲这退休金是有够用啦，但是吼，让伊出去外口工作吼，对伊家己、对小区的将来，嘛是真好的安排啊。我已经放伊吼，逐礼拜去租地上课安尼。放伊？听你安尼讲哦，无输在作家放风咧。哎，你哪咧讲？我咧是保护伊呢，讲是讲保护啦，嘿，其实哦，是你甲我操烦啦。要哪有法度无操烦啊？你唔通袂记呢？伊捌真是去买机票，要转去广东的后头厝呢。迄是以前啦，即马袂啊啦。你也知？即马吼，慈济哦，拿请伊后头厝啦。啊，这师姐吼，都穿伊个妈妈同款啦，嘿，伊即马吼精神有寄托，啊有话吼会通对人讲，袂啊啦。你在做什么？刚才师姑来提醒了我，偶尔也要在家练茶道。可是这。我不怕天公作，这是练心。啊，这茶道是练什么心呐、啊？哇，有介去住者有听到啦，要练三种心啦、啊，一种吼、哦、就是沟通的心啦、啊，然后安静的心、忍耐的心啦、啊。爸，请喝茶。好、哦，谢谢啊。妈，请喝茶。谢谢哦。启真，启真，快去换衣服。什么事啊，大姐？刚妈说了，她说要让你试试去她工厂上班。啊，他要让你工作了，而且啊，他就是你的领班，天天看着你，主要让他放心啊！快快快去换衣服。妈，来，坐好。好了。还记得奶霜吗？他拼命工作存钱，在好几年后，终于能够开着他自己买的二手车，把他日夜思念的两个孩子接回家了。两个孩子哦，已经长大很多很多，但他跟先生老庞依然是……你把我骗过来吗？我怎么可能骗你们？新屋子啊，已经租好了，是你爸不肯搬过去住。所以啊，我就带你们两个来这边看看他。这么多年了，他应该老得不像样了吧？他可没力气打我们了、啊。好了，下车吧，我们去看看。来，老庞，老庞。哇，语气犹存哎。妈，有电视机，有电冰箱哦。是啊，妈自个赚钱买齐了。怎么这冰箱不冷啊？你爸他舍不得用电，就把冰箱啊当做食物储藏柜，这样也好啦。这样子啊，菜永远新鲜不过夜。你爸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能活到现在。爸呢？应该在菜园吧。菜园，菜园。哎，
菜还在，走。孝顺呢？爸。爸。连叫声爸都要让你妈提醒。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蠢物。你该怎么下马威啊？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孩子能不陌生吗？妈，我什么时候过去新家了？要走就赶快走，我这屋子里人多，很显得烦啊。妈，你走了，爸先回去。爸爸不是这个意思啦。走了，爸不欢迎你们啦。哎，还有。走的时候，请把这个电视机的盒子给我搬走。我咋放着，我这吵死了！我就讨厌这个盒子。我真的会把你气死啊！喜欢你们的房间吗？喜欢，这才像个家嘛。就两间房吗？够用了，你爸不肯过来住，咱们就自己过。你终于脱离他了。妈，你七八年没回去，有个问题大家一直摸不清楚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能够忍他那么久？都这么多年了。我算是了解他了，你爸老了，比较固执，但他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人啊。每天早上，他就是种种菜、扫地、洗衣服，到下午啊，就看《三国演义》、看字典。晚上，如果他想你们了，他就会写信到总统府陈情。他不写信给我们，写信给领导人。他想要说服政府改变政策，让你们早点过来啊。可是我们来，他把我们赶出去，啊，这怎么说？他就是这么莫名其妙，脾气糟透了，怎么都改不了。有时候啊，真的是气得叫人吐血。不气不气，以后我们兄弟俩让你靠了。谁也别想欺负你。我们把电视接上，看看台湾什么节目吧。嗯。等一下，我饺子做好了以后，你们先吃，我给他送一点过去。谁？扫把怎么摆设啊？是不是又有人偷菜了？老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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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厕所吗？我给你带了饺子。我竟然有这个能耐，跟老彭在这里住上这么些年。
怪了，这老头这个时间从来不出门的。哦，他终于想到要跟孩子住了。你爸他过来了是吧？没有啊。这不对啊，也许他去朋友家串门子吧。不可能，他没有朋友。妈，你坐下啦，他不喜欢你这样管他。我不管他，谁管他？我得再出去找找看。妈，妈，终于知道为什么他没离开他了。他离不开他。哎呦，这上哪找啊？老唐，你如果没有死在外面，就给我应一声吧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庞仲元先生的家属吗？啊，我是。什么？哪一家医院？死老头，我现在身边就出状。护士小姐，我今天接到你们的电话，说我先生在医院。他叫庞仲年，有啊，他怎么了？他被人打昏了，被救护车送来了。好啊，来，哎，人呢？不好意思，你有看到一个快90岁。以为找到了，结果又不见了。你爸都快90岁的人了，还像个孩子一样。我再找找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们肚子饿的话，冰箱里有东西，自己先热来吃啊。你们好好休息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啊？我想回家，我记不起你电话号码了。
是谁把你搞成这个样子的？就是春宝那家伙。春宝？嗯。是不是你先招惹人家？胡说！我们家后院那萝卜都已经长熟了。我是在想，能够等孩子回来一起拔着，趁着新鲜，然后给他们吃。没想到我到后院去就发现珍宝在那儿偷我们萝卜，我就把他骂了一顿，然后他就噼里啪啦把我打了一顿。可恶！我非找他算账不可。千万不要啊！他是个土流氓啊！土流氓也不能欺负我家人。有件商单在这里，如果你不讲清楚的话，我就不走。去打听打听一下我是谁啊，不要自找麻烦呐。去打听打听一下我老大是谁啊，不要自找麻烦啊。镇上的人都怕你们两个，可是我就不怕。我周乃松见过很多坏人，不差你们两个。小杂毛。闪开！闪开！我说你闪开！你闪开！你啦！我闪开！要我再蹲盘，我会去干活。小心一点，运气好。你不要小看女神，我说过了，今天你不给我一个公道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周乃松什么没有，就是多的是时间跟你耗。你听好了，从小我上山种菜，从这边到山上要六里，我一天可以来回走六趟，也就是你们说的30公里，没有人赛得过我。我大儿子快要出生的时候，我还在山上种菜。那个时候我打算，如果忽然生了，那我就用布包一包把他带下山。有几个女人能这样？后来我又超生了一个，我走到哪里都有人要关我，我进牢房的次数还比你多吧？这一次是你偷拔老庞的萝卜，哈，还打人，是你理亏。如果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的话，我就告你告到底。哎，你是没有被修理过，不知道痛啊？哼，哦。我有过两次脑震荡，一次骨折，还有一次我的眼睛差一点瞎掉，我就算死了，我也会从棺材里爬出来跟你要回我的公道。小杂毛，我再怎么疯，我也知道台湾是个敬老尊贤的地方。我家老庞虽然不贤德，对，他可能还骂了你，可是再怎么说，他是一个年龄比你大4倍的人，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呀。这样一个老人，你怎么下得了这么重的手啊？我现在来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老庞要你赔10万，我不贪你的钱，我只要你1块钱，跟你真心诚意的道歉。如果你再跟我过不去，大不了我烂命一条，我不要。但是后面会有警察追着你，我的两个儿子也不会饶过你，到时候你下半辈子都不会好过的，值得吗？就为了两颗白萝卜。你真的只要1块钱？我还要你真心诚意的道歉。我道歉了。你看着我。我道歉了。
懂得挑软柿子吃，算你识相。我家的茼蒿也快种好了，想要的话来找我拿，不要再偷了。手给我，就是这样。还有他真心诚意的道歉。这家伙在镇上不知道欺负了多少人，你能够要到这一块钱，那是不容易。我说过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我们的家人。嗯，出医院以后，你要不要回来跟我们住？你是真的嫌挤啊？我知道我自个儿的脾气，我那个小木屋我也住惯了，你去住吧，啊。我会天天送饭过去给你吃，这样咱们就天天能相见了。讨公道，较费事嘞哦。是啊，经过遐尼侪代志哦，搁嫁予遐尼歹人，起码是啥物拢唔惊，我就佩服伊个。是啊，只要家己无放弃家己哦，就有法度改变家己的人生。阿母，足够个呢。啊！你苹果的酥拢吃完啊？哦，真是要吃完呢。嗯。啊，这咖啡嘛啉啊，剩一嘴啊。我查某囝的故事，就好听的，对不？对，好听，啊，好吃，搁好啉。足古锥呢，阿母，爸爸，哎呦，啊，都大人大正啊，搁咧抱抱，哎呦，啊，我拢甲我查某囝抱抱呢，伊嘛想变阿母甲我抱抱啦，哎呦，好啦，来，抱抱来。早回去的，唔通搁放冰箱啊！一人伫咧厝里食饭啊，吼、哦。
姨啊，你起来哦。安尼困困啊走，实在足好奇的。他死掉了吗？嗯。不过伫阿嬷的心肝内，恁阿祖永远都活着。等，来。阿嬷问你一下，阿嬷讲遐多，你有听到什么？伊陪头毛家底啊。嗯。干脆你也可以煮饭。嗯。阿公会帮阿嬷算钱。阿哥出家啊。阿嬷有足
足侪查某囝为国外来，对无？啊，我一个乖孙呢，伊哪会这巧啦？对，拢对，拢对。哈哈哈！真正要到啊，行，快紧。哎呦！哇，这个日头实在足好诶，安尼烧火火啦。小燕，阿公，阿公，阿你来这喊行？嘿啊，啊，这位你嘛爱叫阿公哦？嗯，阿公，真乖。啊，啊，恁爸爸呢？伊在睏啊，我来去甲叫，伊看到你吼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阿妈带你来去楼顶看看。给你教，这四字就是严灵世泽。严灵世泽。嗯，这是有故事的哦。这个故事就是在讲哦。阿兄，啊，你讲这后边是在什么呀？水泥啊，水泥哦，哦，你好棒哦，嗯，阿哥出来去吃冰好不好？吃袂落啊啦，我已经为爸母吃到夫妻糕，夫妻糕是越南的哦。越南哦，啊，不过我跟你讲哦，阿哥煮的桂圆冰更较好吃，我出来去吃，哈。哥哥，我去吃桂圆冰哦。哦，哎，有礼貌哦，哈。哎呀，我想讲哦，跟你参详一下，咱要去花莲寻根的代志。爱啦，爱去啦。虽然我无方便吼，也毋过嘛是爱来看咱迄个德明师傅啦。你迄个查某囝，自从出嫁了后，都毋捌见面过安尼。啊，二姊甲三姊讲吼，要带孙到顶去啦。啊，咱三代人安尼加加起来吼，一二十个人嘞。我想讲吼，请一台大台游览车才坐落哦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啊，自从阿母过身了，咱这兄弟姊妹啊，都罕咧见面啊啦。应该吼，趁这时阵，全部甲考考过来啦。啊，无咱家日子定咧初二好无？迄天哦，都是阿母的生日啦。哦，初二哦。啊。嗯，哎呀，迄初二吼，我无啥方便呢，因为我迄成长班啊要办活动啦。啊，初三啦，该初三好无？好啦，啊，你是讲厉害学生？要回去你这个娘家哦。嗯。你咧做代志吼，甲爸甲母亲参详啊。你会记无？咱细汉时阵啊，爸爸甲阿母都会请宋伯伯啊、甲方头张来咱厝诶，做伙过年啊。哟。Thank you.
们这边的师兄师姐哦，准备了各种不同口味的地方特色小吃，欢迎大家一起来享用哦，不要客气。大家尽量用啊。这是哪一国的、啊？对，小姐，感觉、啊。对，小姐，是。这应该是东南亚的。再多加点，来，快点下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很多人一起来哦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你们一个一个哦，都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了。想当初哦，你们刚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国语都不会说。现在说得越来越好了，真的很开心，你们在台湾哦，找到了可以依靠的肩膀，也认同这里是你们的娘家了。你们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唱欢迎歌的情景，我都还记得哎。我们大家再来唱一遍好不好？好啊，要让你们知道，我们这里。永远都欢迎你们，啊！来，我们围一个圈圈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让我们拍手欢呼迎接你，欢迎你到此地来，你的笑容亲切又可爱，祝你天天都愉快。让我们拍手欢呼迎接你，欢迎你到此地来，你的笑容亲切又可爱，祝你天天都愉快。瓷童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，他是一把锄头。在近30年以来，这把锄头啃遍了冈山的大街小巷。在1994年，道格台风带来的水患，全冈山35个里有20几个里泡在水里面。从小怕水的瓷童啊，他努力地克服了他自身的这项恐惧。搭着救生艇四处救灾，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凡是有灾难的消息传来，瓷童经常就会出现在第一线当救援。2008年发生四川大地震，瓷童再度出发，他永远记得当初他到达灾区现场的时候，一阵阵尸味扑鼻而来，但是他心中只有两个字，那就是不舍。于是在救灾行动告一段落之后，他依然不断前往四川关怀，帮助许多灾民走出悲痛。现在这些四川的朋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一声瓷童妈，说一句四川话，那就是瓷童妈。此时此刻，这位亲切的瓷童妈依然像个慈爱的母亲一样，奔走在冈山的所有的乡镇跟世界各个角落，开垦着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那一片土壤。